师傅，不好意思啊，刚才出去了一下。哎，梁顾问呢？师傅，师傅，师傅。我们开始吧。好。师傅，师傅，没事，我们继续。死者食道三分之一处有一枚手术用食药刀片，刀头向下呈30度，并且形成了约5厘米直线型刀口。微然，缝合吧。是。干嘛还戴着口罩啊？这样会影响呼吸的。我怕传染你。我不怕。病毒性感冒真的会传染的，你赶紧回去吧。连这种时候你都在排斥我，吃药吧。不用了，吃药7天，不吃药1礼拜，待会儿就好了。一个细节而已，可能只是巧合。廖源，嗯，你让我查的那部小说还真有点问题。作者可能在故意隐瞒 IP， 还有，你让我查的另外两部小说《血色正午》和《暗紫黄昏》情况也一样，有很多读者跟你一样认为三部小说是同一个人写的，与你现在读的《幽怨倾城》应该是一个系列的三部曲。用的是什么样的隐瞒法 ？IP 地址查不到吗？
发表时的 IP 可以查到，但都使用的是公共移动 IP， 比如商场提供的免费 WiFi， 可能有几百个人在同时使用一个或者几个路由器发送的信号，然后随机分配。如果时间可以确定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监控找人啊。难就难在你所读的小说并不是实时上在的，比如你昨天读的章节是两个月以前作者就上传在网上，然后网站会按照作者设定的时间自动发布。两个月以前，那监控早已被覆盖掉了，所以我们找不到他了。那倒不一定，如果他再实时发布一篇，我就能抓到他。廖岩，这个小说跟我们的案子有关系吗？希望只是巧合。哦，那我回家了。哦，对了，梁麦琪今天是几点走的？下午，吴大同来接的。你嫉妒了？我嫉妒什么？你是不是喜欢梁麦琪？嗯，我只是刚开始不烦他。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你到底是木啊，还是怂啊？闷怂。我闷怂？闷怂是什么意思啊？
队长，我想请一周假。你推测凶手的身高大概有多少？从伤口的着力角度和力度看，凶手应该是在1.78米到1.80米之间，壮年男性。什么？食道内发现一枚手术刀片，他吞下去的？不会是自杀吧？也有可能是被逼吞下去的。队长，宋小白找到了。死了？在屠宰场，就是离李卫可现场不远的那个。他是被冻死的吗？你怎么知道？应该是李卫可的吧？从切口的边缘上看，应该是。孙小白的衣服，他失踪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一件，被人强行脱掉了。不，是他自己脱的。这就是法医学上的反常脱衣现象。当人的体温降到一定温度时，大脑皮层进入抑制期，在体温中枢的调节下，皮肤会有错误的热感。所以，很多被冻死的人死前会把自己的衣服脱掉。这说明啊，他进冷库前还是活着的。喷溅血迹。连环案，而且是一个很奇怪的连环案。有没有可能孙小白的死就是个意外呢？两个案子的地点相差不到2公里，他可能杀了李卫可之后误入了这间冷库。那他为什么要进冷库呢？或许是在想保存李卫可的双手，然后一阵风吹过来，被反锁在里面了。你傻吧？风能把这门给吹上吗？真能。在冷库中找到的尸体，死亡时间应该很难确认吧？那就要看这个屠宰章准不准了。这么厚的铁门，风不可能给它关上。你们这儿是24小时有人把门吗？对，是的。不过平时没那么严。那这个冷库的钥匙在谁手里？是那个冷库保管员身上。是那个保管员发现的吧？对，就是他发现的。就这么大吧。哦，队长。9月20号。嗯。是李卫可被杀的第二天。嗯。谁是冷库管理员？哦，冰雪皇后。啊。警察找你问话的。啊，
你们好。坐坐。哎，尸体是你发现的？对，尸体是他发现的。我是进去点货的时候发现的，他身上都光着，躺在一堆箱子后面，不细看都看不出来。真不知道都几天了，现在这个季节冷库用的少，我们六七天才开一次。这个门平时锁着吗？锁呀，就是上次我好像忘了拔钥匙了。这是你们的吗？啊，是我们的。最近有用过吗？用过，我上个星期还用过。你看一下上面的日期对吗？不对，这个日期不对。这个日期是可以拨的，哪天宰的就拨到那天的号。我记得上次我用的时候是9月16号。没错，就是9月16号。李维克和宋小白死亡时胃内容物一致，是普通的饼干和饮料，消化程度相差约1个小时。身处低温环境会影响消化速度，排除这因素可依照李维克的死亡时间推测宋小白的。李维克死亡时间现在可以确定为19日的22点到24点之间，那么宋小白的死亡时间就是19日的23点到20日的凌晨1点之间。那个屠宰章就是20号，凶手的确精确地记录了时间。麦琪，你怎么提前回来了？身体好点了？好多了，路上看了一部分资料。继续吧。那个屠宰章显示了凶手要记录的准确时间，另外还有些关键证据可以证明杀死李维克的人是宋小白。李维克指甲内刮里的皮屑 DNA 属于宋小白，而宋小白衣服上喷溅的血迹也正是李维克的。他的身形与我们推算的凶手完全一致，而且李维克的右臂上还留有宋小白手环上金属五角星压痕。当然最明显的是宋小白死的时候手中还握着李维克的断手。把那有屠宰章的照片放大。有明显侮辱和挑衅的意味，侮辱的是死者，挑衅的是我们，这等于直接向警方宣布这两个人的死不是意外。现在有证据能证明这两个人消失期间是在同一环境里吗？可以证明至少近1个星期内他们的身处环境是一样的，二人都是长期处于被禁锢的状态，但宋小白身上的痕迹要比李维克更浅淡一些。可能是宋小白更听话一些吧。带照片没有？啊，这是船主吗？是，这个是吴总，船就是他的，委托我们管理。船是前天开走的，和他女朋友一起。当时上船几个人？就两个，吴总和他女朋友。把那有屠宰章的照片放大。到一个新的情况，2个月前黑贵曾使用过一次 WiFi 发送过2张小说，位置就在对面的咖啡馆。对面？黑贵在对面？
廖岩，时间是7月20号，我已经查过了，对面咖啡馆那一天的视频早就覆盖了，怎么办？好，要不要跟梁麦琪商量一下？还有，为什么不跟组长汇报啊？现在不能说，谁都不能说。为什么？因为我怀疑黑贵就在我们身边。廖岩，我觉得你错乱了，你是不是怀疑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啊？不好意思，我没有你的联系方式，所以只能到你上班的地方来找你。有事吗？我哥他失联了，怎么也联系不上，手机已经关机2天了，他爸特别着急。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不知道啊，我们那天分开后他就说他想一个人冷静冷静。这么说你拒绝他了？你知道他向我求婚吧？我就说这事儿肯定不成，偏偏这么执着。那他有可能去旅行疗伤了，我这个哥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那这样吧，如果你有看见他的话，你赶紧让他跟他爸联系，这样我也算完成任务了。他可能不会联系我了。那好吧，饿死了。你真的不考虑一下我哥吗？他真的特别爱你。哦，好吧。感冒真的好了？你是乔真真吧？我是乔真真。你真叫真真啊？我真叫真真。你是在这儿上班？对，我是警察。我也是。怪不得这么爱助人为乐呢，还怀欠你钱呢。我应该还你一下。没事没事，小事。加个微信吧。好，好不好？加个微信。那我们回头联系啊。哎，不是，我慢点，还没扫呢。我和美女有缘啊。哪认识的美女啊？什么时候认识的？上次在停车场，她没带现金，我就给付了钱，还聊了一会儿。有趣的灵魂万挑一。你把推给我。你醒了没？放开我！又一次机会，你放开！有激烈争执，男子失踪，现场有血，监控还被人为删除过，估计这男的凶多吉少。听说这女的是市局的犯罪心理学顾问，这可不好审，犯罪心理学专家。我现在发现这个宋小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月至少要10次猥亵妇女的举动，就是没有人报案。收到美女一红包，人家不就是还你钱吗？这个宋小白，光是这个月在地铁上猥亵就已经10多次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哦，现在只能相信你了。我为什么呀？你现在认真对我说，你不会做背叛我们友情的事儿。什么意思啊？我虽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但
是我可以郑重其事的跟你说，我陆小彤不会做背叛我们友情的事儿。好，我们得找到黑龟，但我们第一个要排除的人就是麦琪。排除梁麦琪？你到底让我帮你做什么事儿啊？调出梁麦琪进入市局犯罪心理顾问团以来参与的所有案件。我觉得黑龟的三部小说实际上是根据我和梁麦琪所经历的案件改编的，不是完整案件的改编，而是把这些案件打碎柔合再重新拼接。还行，不算违规。我能不断从这些小说中看到我和梁麦琪的影子。除此之外，黑龟的小说中迷幻药、催眠术、鬼魂幻觉融合进每一个案子，看似是以科学的方法破了案，但又总留下一个违心的尾巴，让我百思不得解。这恰恰是梁麦琪的文学风格。梁麦琪写小说？我们曾经是一样的人。你也写小说？读书的时候。每个人用词和句式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习惯，故事可能千变万化，但有些文学习惯是不会变的。他很喜欢描述目光，描述人与人对视的感觉，还有细微的触觉，而且他看的视角常以背影和侧影居多，即使是在描写主人公也很少展示正面。这恰恰是梁麦琪的文学习惯。梁麦琪经手的案子都在这儿了。黑龟的三部小说正是梁麦琪所经手过的案件的整合版。你怀疑梁麦琪是黑龟？一个人有没有可能一边怀疑一边喜欢上一个人？有可能。你最后一次见到吴大同是在什么时候？大前天晚上。当时船上还有其他人吗？没有，只有我们两个。我们看到船上的布置很特殊，你方便和我们说一下你们当天活动的细节吗？他向我求婚，等我上了船我才知道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向你求婚，你拒绝他了？是。我认为你们应该查一下他的出行或者出境记录，他可能去旅行了。就是因为没有查到任何的记录，所以他的父亲才报的案。那个，走吧，想还是就去吧。对不起，没想到你会。走吧，我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脆弱了。自己会处理的。那我先走了。
他不会自杀的，相信我的判断。我们怀疑的也根本不是自杀。你看一下这个视频。视频的后半段被人为的删除了。我们在船上只找到了你和吴大同的指纹，还有他的血迹。目前吴大同已经失踪超过48小时，我们没有找到关于他的任何交通、支出和社交网络活动记录。我们高度怀疑他已经遇到了危险。我离开是在晚上的8点15分。当时我们打碎了一个香槟杯，杯子的玻璃划伤了他的手这个位置。他说他没问题，可以自己处理的。你们争吵的原因是什么？我拒绝了他的求婚，他有些接受不了，一直拉着我。你能再说详细一点吗？我真没想过他会向我求婚，我们是朋友关系，连恋爱都没谈过。可能是我的错，我一直怕伤害他，才会让他误会的。但他肯定不会伤害自己，我走前反复的确认过，他的心理状态非常正常。我曾经是他的心理医生。那么，你们不是情侣关系，而是医患关系。是，医患关系。结尾却不敢卸下防备，有多累，心随着记忆消退，叹息着事与愿违，多可悲。我们早已不是别人口中说的天造地设，你是否尝过眼泪的苦涩？汹涌，像大海中漂泊的船，随波逐流，执着地追寻你说的港口。算了，也许是我太过念旧，还没有把你的回忆。
卸下防备有多累，心随着记忆消退，叹息着事与愿违多可悲。我们早已不是别人口中说的天造地设，你是否尝过眼泪的苦涩？留着你的回忆太过汹涌，像大海中漂泊的船随波逐流，执着的追寻你说的港口。算了，也许是我太过念旧，还没有把你的回忆赶走，骗自己不想你了，骗自己不想你了。